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Alice。在成都的团建活动中，我们有去看了我国的国粹之一的川剧《变脸》。我在现场为大家录制了一段视频，请大家欣赏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，谢谢。Boom, boom, boom, boom.